来，贝克宇，他有躁郁症，他每天都在那个诅咒人哎，诅咒人，真的啊，我同意你的说法，因为我认识。他比你认识他还久，所以他一直都是这样，始终如一啊。对对对对，他看贯彻始终，看身材又不像，不像啊，很辣。哎，对啊，不是最近减肥，对啊，啊，最近减肥，不可能吧？这么瘦，上来，不可能吧？这是身材曼妙，而且是如同模特儿一样的，怎么可能？这是你妈妈吗？一二三，你看，哎呦！有躁郁症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嗯，我们听很清楚啊，真的有这样吗？躁郁症？真的吗？怎么？而且重点是妈妈，她是那种会念碎碎念到你那个整个神经炸裂的那种人。真的？这么厉害？而且她会用那个因果论在那里一直反复在那里念啊，因果论念你什么？怎么说？就你要是怎么样，他就怎么样。对，就假如说我现在没站好，他说。我现在没站好，这样以后那个脊椎侧弯在半身不遂。有说错话，对了，那到半身不遂去了，钟楼怪的。对呀、啊，你应该搬去跟巧布丁一起住了。对呀、啊，要不要交？我如果跟他一起住，我一定怀疑他爸爸有小三。他是对呀、啊，好可怕、哦。那、啊、你没站好，你就说啊，你站好比较仪态比较好看。他从幼稚园就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。哦，三七步啊。我希望我的孩子是挺直的，所以从小要盯他嘛，我盯了十几年，他还是给我这样站。哦，就没有那么离谱啊。对，对了，妈妈这样讲也是为你好。单脚站，这个臀部还这样歪。哦，对。然后坐呢，是因为要学吉他。对，然后学吉他呢是个弯个腰，你到从后面啪这样子，因为已经讲到他一天，这是他心情好的时候，他工作累的时候那更扯。怎么心情不好？就有一次妈妈，就是他那一天工作很忙，然后那一天就是我平常在家里是不做菜的，在那一天我还煎了牛排，煮了烤了鱼，但就那一天就忘了倒垃圾。好，他回来了，就大概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回来了之后呢，他说：“哦，我很累。”然后他过来，在一进厨房看到没倒垃圾，为什么都没倒垃圾？你在家什么都不会做啊？啊，没有看到你为他做的一切，只看到没有做的那一件，还留了鱼给他吃，受伤了，对，还给他鱼吃，他可能还没看到鱼。哦，对，但他看到鱼了之后还继续骂，我就已经拿到他面前。他就把摆到旁边再继续念啊，真的、啊，就没到垃圾。哇，哎，你要欣赏儿子好的地方嘛。我承认我的儿子非常的乖，他烤的还留一口给妈妈。真的，第一次煎牛排给妈妈。可能你试试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会留给你。因为很好吃，他觉得你跟妈妈分享好东西要跟你分享。他的孝心我很感动，因为他爸爸以前我都说什么都不要他做，我来做。那爸爸有讲要让他做家事，学会煮饭、倒垃圾啊，或者烫衣服啊、晒衣服。好男人。他爸爸说，因为这样子，他将来他的老婆不会那么辛苦，他要等我的分担家事。后来我就放手让他做。哎，觉得他也认为倒垃圾是我的责任，所以那我就觉得我在外面赚钱，是，那你是不是可以把家里弄好？哎呦，人家现在16岁，对呀，才16岁，那你是不是会把那种外面工作的负面角度带回家？我承认有的时候会，有时候会，因为真的好嘞，我都已经快55岁了耶，哪年轻了，老牛哎！没有，崔姐，我跟你讲哈，你的状况，我直接来分析，我帮你讲你妈妈，你就知道，我讲得很正确。因为你太过在乎别人啊，对，你的人生太累了，你没有必要面对每一个人，他啊怕得罪人啊，很小心仔细，你看这样就跟起来有没有啊？这就跟起来有没有？你看到哎，雍容华贵，你是个女明星，你又长那么漂亮，以前胖的时候我们不敢讲。我们也觉得很高雅。现在哎，拜托，这是这里谁看过你以前正妹的样子？哎，妈妈以前多正，没看过。你的身材眼看着就像妈妈了。嗯，高个，那我很怕中年发福哎。哎，是你负面还是他负面？你们不要交战，戴口罩。哎啦，这个时候要特别讲那个妈妈这更年期，都是对，要注意一下。哎，对了，对，就多体贴。多体贴，多关爱妈妈。妈妈一念的话啊，我赶快来倒。哦，然后他就会觉得没气了。他唯一能对话。我承认那一天是我情绪，因为我太累，然后回家真的很想安静，不要吵我。我想泡个热水澡，
就让我安静。可是孩子因为他就好不容易看到妈妈回来什么的，那我就觉得我那件事的确我做错，可是问题是我真的好累，想跟你聊聊天，哪有不累的呢？对不对？来，我们也做一个实测，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很负面。今天我带大家了解我的瘦身秘诀， Let's go。 潮汐品走合体哦。你转台，事实上是这样的。现在我妈被制作单位骗出去拍假外景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家里弄得这么乱，就是像你们眼睛看到这样子。然后在家里的很多个地方架了一些摄影机。那不知道我妈等下回来反应会是怎么样？哪会乱？很乱的，很乱。大，拿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啊，冰箱。里面不是有牛排，有什么的青菜，有水果。你给我吃这些王子面啊，这些你知道吃这些炸鸡，这些炸鸡会肥胖哎，就会像妈妈一样之前一样那样肥，那三酸甘油脂。就是你吃这个，吃这个是干嘛的？这里面都有放防腐剂什么什么的，你吃这个干什么啦？为什么不吃一些营养的东西啦？完了完了完了！还都有蚂蚁地上，你看吃的炸鸡屑屑，你这样子的话，你到底叫你怎么讨老婆？谁要跟你一起生活啊？为什么不拿个扫把或者戴森吸一吸呢？你回来要要我做吗？你驼背为什么挺起来？驼背你不可，你这样子驼背以后将来脊椎都会不好，长不高，将来要穿衣服那个驼在那边。是受不了你儿子啊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，家里弄得整整齐齐一点嘛，脸上都是油，擦一擦。不是你改我就不会念啦，我跟你讲，妈妈念你是你的幸福，但以后没有妈妈念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，然后将来你要传承下去，懂不懂？吃完就收，好，不要用嘴，就是这样。接着贝克与邀约同学到家打电动，我看根本玩火，超级玩火的，跳跳跳。一个帅气的转身摇头，在同学回家后，玩这种杀人的东西，还那个血都喷到那个画面，哎，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你要搞清楚哎。像这种东西三 C 要对你眼睛不好，脑袋瓜不好。像那个手机，你跟同学连线，坐在沙发上那个刺激那个紧绷，你知道三 C 会杀人的精子。哇！啊，这种东西那个精子会少多少啊？啊，什么事？你知道我们同学有那个跟我们我们寝室同学报名活动，就是去清水断崖出海，我们走看东西。清水断崖在断崖啊，在花莲那边那个。像这种太危险了，你可以做其他的活动，参加一些什么什么社团什么都 OK 啊，夏令营啊，爬树什么都就是都还 OK。爬树跟夏令营。你知道那个独木舟海这样子一直一撞，万一穿翻船，你知道死的难看不是已经收到一半了？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你知道那种心情有多难受吗？哦，这太悲观了，太负面，太负面。你什么都可以，拜托你好不好，儿子？你可以其他的嘛，安全嘛，好不好？去游乐园玩一玩就好了嘛。面到摄影机都没电了，太可怕了，好夸张了，夸张了啦，超衰的。现在已经晚上大概快12点了，然后我被我妈念到刚刚，我大概再念个几年，搞不好那些诅咒都会变真的。我妈已经念到我都已经快精神分裂了。哎，对哦，哇，真的。其实我刚看完之后，我发现我妈有另一个职业，她可以去当歌手，当 rapper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Non stop， non stop。对对对。哎， non stop， freestyle， freestyle。我讲真心话，妈妈真要讲对不起你的地方，就说只生了一个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兄弟姐妹。对呀。如果能够再多一个。你以为叔叔是爱生小孩啊？是啊。你兴趣吗？不然呢？爱
啊，你是享受那个？你看小布丁也就他们一个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夸嘛，现在台湾的孩子好可怜啊。他如果在家里面有两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一管机枪在轰，哒哒哒哒，如果两个，一人受一半，那也就算了。确认。就你他现在所有讲的，你通通要去听。对，这一段很难断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好断。他们互相折磨了。他们是卡在他们的爱，对，爱太深。但是这样看一看，又还蛮温暖的。对。好了，这一段就算平手。这蛮感动的。那惩罚露露好。我怎么惩罚？关我屁事啊！好了。好了，无力，无罪释放，这一局真的不能碰。